英国媒体2号报道，英国广播公司 BBC 老牌主持人斯图尔特·霍尔日前承认自己多年前犯下的14项猥亵罪名，那其中一名受害者年仅9岁。霍尔从事播音主持半个世纪，尤其因上世纪70至80年代主持电视节目《这是淘汰赛》而为英国观众所熟知。霍尔去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。 BBC 发言人称，英国广播公司对霍尔的可耻行为感到震惊，我们对那些受害者深表同情，同时愿意继续与警方合作，协助有关调查。今年是英国媒体2号报道，英国广播公司 BBC 老牌主持人斯图尔特·霍尔日前承认自己多年前犯下的14项猥亵罪名，那其中一名受害者年仅9岁。 霍尔从事播音主持半个世纪，尤其因上世纪70至80年代主持电视节目《这是淘汰赛》而为英国观众所熟知。霍尔去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。BBC 发言人称，英国广播公司对霍尔的可耻行为感到震惊，我们对那些受害者深表同情，同时愿意继续与警方合作，协助有关调查。今年是。